凉的。好的，中国人在拍什么的生产，中间版的国安法，提前来实施一国一制，以及一个国内政治一个总统车。恭喜队员。赛事每一球都是关键。很多场爆分，所以他就用这个空档时间去避免，就是不带做保守的方式，或是种小麦。很多的乘客认为不卖站票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出入的效果，而台铁产业工会也担心。方式或者是现金回馈的方式，让民众可以有感，就会很有效。刺激消费要勇敢，直接现金优惠最有感。经济部有卖关子，不让。